配菜超级多，肉量也太丰富了，大块的午餐肉。看着肥嘟嘟的肥肠，超级香，还会爆汁，鸭血，鸭血要好滑嫩，麻辣鲜香俱全。毛血旺真的是我年度最爱菜了，这种我出去吃饭只要有我都会点。一客厨神家的这个肥肠毛血旺，感觉比我每次出去在外面餐厅点的还好吃，地地道道的川渝口感，配料很干净新鲜，操作也很简单，就三步，几分钟就能出锅，太给力了。像这个自己在家操作的，吃着也放心，真的是米饭杀手了，太过瘾了。超级酥脆，吃一下这个哨皮蘸着毛血旺的汤汁吃，哇，看着就很绝。哇，吸满了毛血旺麻辣辣的汤汁，太绝了。这个汤底是很香的那种，入口真的回味无穷。再蘸一下这个汤，在家里就能吃到餐厅的美味，还得是一客厨神，真的好好吃。哇，这个里面还有宽粉、毛肚。最爱的肥肠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